橘子，你看那个是谁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今天呢，我带着橘子出来，然后我们来我们田坎上找一颗野生的杨梅。去年在这边摘了很多，今年我们又来了，来尝尝这个野生杨梅的味道。你看橘子多乖，橘子，打个招呼，这里。这边这棵杨梅树就是我要找的那一棵杨梅啦，我感觉不是特别红。橘子一个人不习惯在那儿，他又过来了。橘子啊，橘子啊，他是离不开人的，一定要在人边上。你们看一下这棵杨梅树，我感觉最尖尖上长得最红，你说我怎么摘得到呢？看这边地上掉了好多，多浪费啊，还掉了一个橘猫。橘子啊，我还带了篮子，我准备装一篮子回去呢。其实我刚刚是把橘子用篮子装过来的，因为忘记拿支架了，所以说我要找一个树枝把这个手机撑起来，这样我才能拍得到我上树摘杨梅啊，不然怎么拍得到呢，是吧？橘子，橘子，橘子，刘白，刘白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刘白，过来，他又跑了。你自己藏进这里面去。在地上捡一颗杨梅吃一下好不好？我感觉这个还蛮好的，给你吃，给你吃一颗杨梅，吃一颗，吃一颗嘛。橘子，你要不要去树上挥，飞上去呀？看橘子上树，橘子上去，快点，上去上去，我也来。嘿，上去啦！你上不上去？你这个好像是不大好上哈。我就在这里摘几颗吧。橘子。橘子，橘子，你要不要上来？
扎不扎水啊？你在那里睡觉啦？橘子，你能睡着啦？下去啦，回家啦。橘子，橘子，快来，回去啦！快点来。你就在树上，等一下我就不让你在树上，今天晚上就在那里睡觉。快来，橘子！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。来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是谁？我摘完了，摄影师来了，我只给他准备了礼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